我的身体里住着18个爱跳舞的自己，每个我都拥有3种以上不一样的滤镜。我是夏日甜心艾丽儿，爱跳更爱美的数码宝贝儿。哎呀，好可爱啊！超可爱啊！欢迎来到8号艾丽儿的主播间，直播开始。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艾丽儿。哎呀，照片跟人本人的 QQ 不一样啊。主播是哪里人吗？对，没有错，猜对了，我是台湾人，台湾女孩。好了好了。我平常的兴趣呢，就是跳舞跟拍照。那我今天就想要来教大家怎么样拍出美美的照片。第一步呢，就是要把你的嘴巴张开，然后露出半颗牙齿。你看你这个效果，你等下就知道了。来，好的，拍完了。这个呢，就是嘴巴闭起来的照片。然后呢，如果把嘴巴打开的话，会看起来脸比较小，对吧？所以第一招就是把嘴巴打开。要学这个。第二招呢，就是要利用自己眼睛的优势。大眼睛的女孩呢，就是把你的眼睛看向45度角的地方，不要真的看向90度，不然眼白很多。来，我拍给大家看好了。再搭，哎呦，我多拍了一张。每次上手就会很想拍照。好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就是把眼睛，哎呦，眼睛看向45度角的地方，这样你的眼睛看起来更大。45度。利用自己眼睛的优势嘛，所以眼睛小的话，就把你的眼睛再眯更小一点，然后把你的嘴巴露出来，这样会看起来可爱度增加哦。好，我试试看。其实我也没有试过。好憨哦，这样。哇、哦，可爱！爱笑的女孩就是比别的女孩皱纹多哈。好，那现在我就教大家一个小招数。欢迎光临，这是一间灯光美、气氛佳的餐厅。但是这个餐厅呢，什么都没有，帮你上一杯水。把你的那个手机的手电筒放在你的饮料下面，你看它是不是发光了？这招超好用，你学起来。这个时候呢，蹲着的时候啊，大汉哥哥，谢谢，好开心哦。好，然后不要拍到手机哦。好了，你看这样子，那个水是不是在发光？啊。真的是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加一点色调。哦，色调还要再。其实把曝光度调亮，锐角一定要调到最高。色温的话，我自己就。他也不会跟我们过。可能其他甜心就是。很会跟镜头互动，很会说话，那我就是傻傻不知道做什么，然后就是专心的在分享我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，这是特点吗？我也不太，这是，对，这就是人工说明书啊。大家学会了吗？掌声，掌声，给我一点掌声。最后一秒的时候，哎，我也，哦，谢谢大大哥，来不及了，我有，哎，那我也来了，有，哇，过时间了是吧？对对对，哎呀，我觉得他最应该让我们觉得他棒的地方是有自己的一个小世界，他不会受别人的干扰。对，我觉得教的所有东西都特别实用啊，对不对？虽然说趣味性好像比较说啊 average 啊，对，啊对对对啊。艾丽儿，现在有3位兄长选择了你，给你送到了甜甜圈，分别是嘉哥、汉哥还有我。那你自己比较倾向于选择哪一位？我想要选刚刚第一个选我的。啊，我的选择是张汉哥。欢迎张汉进入艾丽儿的主播间，拜拜。
艾丽儿，她的那种可爱是，就是骨子里边的，她会给人一种甜甜的感觉，但是又不会很腻，她的节奏会有一点慢，所以我希望就是在我进去了之后，可以帮助到她一点一点的升温。嗨 ，Hello，Hello， 欢迎，欢迎光临，坐。你这个小家很温馨啊。这是一个公主房，我很喜欢。公主房啊，对。看看是每一次都是台湾的，对呀、啊，哦，台湾的女生喜欢她。我可以跟你拍照吗？可以啊。因为粉丝都跟你拍照，不就是这样吗、啊？但是我今天想要来点特别的。好。来，拖鞋。太好笑！其实呢，用脚拍照有三个步骤。第一个就是，其实用脚拍照了嘛，你手就要空出来，所以你要帮手就是找一点 pose 可爱的 pose 之类的。然后再来第二个呢，就是你的筋要够软，不然你的脚抬不起来。哇，用脚拍照容易抽筋，那个大脚趾头加这儿特别容易抽筋啊！哎呦，好害羞，好像说拍照脱鞋子就可以了。鞋子，拍照。哦，它一个声控的。哦，哇！它展示的是声控。声控，声控，声控。有看到吗？大家想不想看张翰哥用脚拍照？这样吧，先过了150之后，我再拿脚。150吗？来的，麻烦了。想看张翰哥拍照的话，要刷圈。翰哥，150万了。好想看，大家好想看。翰哥，翰哥，拍照，拍照，用脚拍照。张翰，不要听他们的，不要听他们的。你是一个有主见的人，不要听他们的，就不拍。就不拍是吗？对。什么？就不拍，到了200再拍。对。哇，霸气哟！好。到了200，我把两只脚全部抬上了拍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好，还有什么呀？你再教我一些。刚捏脸嘛，所以。捏脸，这样吧。嗯。你捏我的脸。哎。真的吗？嗯。拍你，那是你要拍吗？哇！快点给大家看，大家很想看，快点！大家看一下，好牺牲哦，翰哥，200万了！哇！啊！耶！来，哎，要夹中间，中间，对，不上两只脚吗？我这小朋友得在家无聊到什么程度，才能琢磨出这个？茄子，茄子。哎，有了，有了，有，给大家看照片好了。我们来玩个游戏，好啊，就是我教你跳一小段舞蹈，好啊，然后要在这个舞蹈当中要拍出瞬间那种照片，好，然后如果糊掉的话就输了，嗯，对，来，来吧，那我先教你跳，来，哇，来了来了，如果抱头。对，右手抱头，真的，换手，真的，爱我，然后变成一个爱心，爱对，然后就轻轻陪我，就这样拍，陪是要 PK 吗？对，我们是要 PK。我们家再来看照片，来，翰哥跳啊？什么？哇，我们还没有跳啊！不行，我们还是要看翰哥跳完，对不对？5、6、7、8，如果真的爱我，就棒，陪我。哈哈，真的跳感觉。对张翰哥哥的感觉就是，他比较属于比较冷酷型的男生，但是张翰哥一进来的时候，跟之前我所知道的张翰哥是完全不一样的形象，还蛮感动，然后也很谢谢他。
让我们欢迎驻播兄长张翰以及成功来到舞台的艾丽儿。